知道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吉吉，然后现在的那个原本的吉吉驿站，现在改成老站长，然后新开幕哦。然后里面有就是怀旧的火车，然后二楼有咖啡便当，然后这边有就是哈利波特的左右四分之三月台。里面就是比较多是农产品，或者是那这边还可以 cosplay 啊，然后就是一些农产品就是柜位那样，然后还有展示一些比较老的物件，看装潢的非常漂亮。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走一走。